衣裳都湿了，先湿了，等下两天雨了。OK 的，穿两双，爱国。哎呀，这会儿话，哎，坐着。看这这下着暴雨啊，一个下一天，几个下一天，一直都没有停。嗯，到俺叔打个电话，俺叔在那边老家住的，因为中间接一个客。河里那水昨天是可大的不能过，今天不知道啥样的，还没有去的，一会儿下小了去下边看看的。说句实话，那是俺叔在那老家住啊，心里感觉有点不放心。俺叔打个电话看那房漏不漏。再给老爷打个电话，行呗。谁呀，老爷？你媳妇儿那个老爷。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再给老爷打个电话，问问老爷房漏不漏，好不好？哎，叔叔，哦，那房不漏耶。哦，我说下两天了，下着雨大的，我那河里那山水多大，你不来回走哎。又盖地呗。还够吃几顿了哎。还够吃几顿了哎。能吃到明个啊。哦，有菜，原那菜能摘吃呗。哦，才是这不人家下两天，我说我要这不也不灵啥，我说给打个电话看看漏水不漏水吧，那房子。是呗。哦。哦。嗯。行。啊、哦。哦哦哦哦，这不漏了都是，所以不是我说看着这边一个下一天，几个下这边还是下这么大，我说要问问你看漏不漏。哦，这哦，那行，那就这吧。哦哦，嗯嗯，我挂了啊。哎，下一个了，下一个了，来到晚上再去玩吧。这不怕给俺叔打一个电话，心里放心。最起码房也不漏，他一块吃，能最起码他说能吃到明个。因为河那山水可大了，也不能过，把他接河西，俺接河北，河东。俺叔在河底，俺在河东。